这个号打到六点啊，打六点，抽还有五分钟啊，抽还有五分钟。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 别动我来这套，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。该算是旧账了。感觉能杀，看着就是一副能杀的样子。 真不能打了，真不能打，1100块，这真不能打了，差不多了，已经很赚了，从下往上刷吧。想到好主意了吗？ 开局一个锯齿短臂，韩影很贪呐，兄弟们，这个 F6 他都敢来，胆子很大。他在刷三郎吧。 应该吃下游蟹了，我们下去没有野怪，随便他去。上马赢了，上马赢了，上马角月拿了2个5杀，最后翻盘了，兄弟啊，翻了，翻了。 还有1分钟，兄弟们，1分钟，我扶了一大区大师一下，回家买装备。小龙第一条水龙可以拿，哇，这能量拿的蛮爽。
可惜啊，来不及了。漂亮，这就不可惜了。出门这么慢，出门慢输一半。还在塔下等塞纳出门也是有点稳的。nice， 走吧，又有一个单杀。麻烦不断，上野区应该是被凯隐反了的。留个惩戒反倒红 buff， 炸弹应该又要往下路支援。不来吗？去上了，五级凯隐，去先锋吧。他没有大眼，这里应该是没有眼位的。F6 我肯定要给你反了的，我也想说 F6 吧。哇操！啊，为什么呀？这个大招为什么甩不出来呀？上单应该是暴击了一下，最后这一下绝对的暴击，他不暴击这 一枪崩两，妈的发，行塞纳喜欢他妈的资源，我这把干死你。死不死？他有暴击装，塞纳没有暴击装啊！我的阿舍，你都这么说了，我还能说什么呢？
这两个夹子放的我抓不了他了。寒冰是辅助。 塞纳，等我，这塞纳交给我。麻烦不断，就是塞纳。 塞纳，塞纳！他 A 爆炸果实了吗？追！杀他！你以为你活了吗？ 走吧，红凯可能会来，回家。 待会一个大招我就要把塞纳秒了，你们信不信？就是一个大招，等我16级啊！小炸弹，下一把可以玩凯隐，我记得早上有弹幕说想看我玩凯隐，说最近没玩过啊，下一把就可以玩了。 放了，我们推下啊。
这你总不能过来？放松，伙计。肯定是从左边下来吧。 小赛，小赛，小赛出来呗，小赛。 有没有四杀？没有四杀，算了，走吧。出高地他就没事，我这不想拿个四杀的。 一个大招，先升个16级。本来是一次不死的，就是被这个小赛出暴击吗？还是穿甲？我感觉他穿甲暴击啊。